子啊！不是我们两个在那边演这么辛苦，啊，你们两个就坐在那边。薪水小偷。你才是薪水小偷！你好丑啊！你是做坏版的18号。我是87号。走了走了。哦，你87了，我六。走了，所有姊妹们，欢迎我们的韩国来的 Freedom。到底要多久？这个是他叫我画的。没有。这个叫爱意之手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抽七龙珠的一分享啦，各位。我想问问 Freddy 有看过七龙珠吗？有啊，我超爱的。你知道我多爱吗？我永远会保持两颗在里面。如果剩一颗，就剩那歌手了。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有时候天气冷也会变成一颗。我们的首播活动，今天呢，这个七龙珠总共有80抽，大家可以猜猜看，我们大概抽到第几抽的时候，可以把6只公仔带回家，猜猜看好吗？那我们就开始开放留言，倒数10秒开始。好，可以了，哎，好，那我们就要开抽了。来 ，Fred 先抽10张。可是我没有什么偏财运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你用花钱买来的。等，通告我还要自己花钱买的。没有，打了走喽，打了。等一下啦，打了，这是通告要先看好了，不然有点敛财呢。好了，我来看啊。来 ，G， 我很喜欢 G。但是可遇不可求哦，两个 G 合理，一个拱桥的概念。一，好，你不是抽到最长的啊，有点可惜，最长是30吧？你最长30，很懂吃呢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身高30给我呗。又是 I H。十抽，一张一，我觉得赚，算我了，我要最强。好，我们刚刚已经用过了，用过也是该疼惜的吧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看有没有进步。怎样叫进步？不是，我们是那个弹珠台的概念。艾莎 H 都有问题，是每次录影他都这么吵，他必须这么吵，真的啊？第一回合。我们的费的是一分啊，他抽到一只公仔，阿明零，二十抽一只公仔，好的。我是个大口袋，开这么长，开大吗？我先开吗？还是费先开？瑞的先开好了 ，Ray。I，G，H，H，H， 没用 ，G。好了，好。40抽，我们只抽了两个公仔，所以40抽以下的人就可怜呐。我们看一下一位那个色鬼有没有色孤狼，色孤狼啊，换到我上场了。他戴错，其实这个是眉毛的。哦，我觉得这样非常好看，好好看呀！哇，好帅哦！其实觉得遮脸比较好看，真的啦，真的。我们跟你工作这么多年，我们是发自内，我们不会害你。其实你可以自己抓节奏，说好，我们现在要来抽，他们就不会理你了。那没办法，我太在意他了，我现在开始。来，赶紧的来抽啊！我们讲个方言，我们讲什么都懂。他平常讲话也听不太懂。他讲好多方言啊。矮，你很矮，很悲哀，你需要悲哀，你很低矮。G I H G， 你把胡子剪掉，带过去。你很像库龙哎。他打太极拳。谁人打的太极拳？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会不会聊天呢、啊？他跟我一个出来，实在是可以有贡献啊。没有贡献，没有进展。零啊！我他是等于零哦，好辛苦，我真辛苦啊！他就爱我，你知道？
其实这段话是安慰你啊，你不要真的以为啊。他摸我的头。你刮他眼。换我的。对，换你，换你。哎哎哎，又哎，老板，我再抽一个哎，是不是很难得？是应该送一个礼物。你到底是怎么变？反正成功而已。无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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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，六哎，哎哎，他很熟哎。F 有的啦。对，有 F 是有。耶！福福。哎，我这样才比他有贡献吧？超级有贡献。对啊，你在干嘛？这是龟头套。这通常会从哪边掉出来？这一句诈骗。好，抽一张。抽一张，抽一张。我现在缺 A B C 嘛 ，A B C。告干净。不要计划，可以剪掉。哎、欸，好像有、哦。A 吗？耶、yeah!。好，目前抽到六十抽啊，所以六十抽前面的朋友，拜拜 ，see you tomorrow。那我们下一轮又回到我们的阿明啦，来。哦哟，六十抽，现在六十抽以前的都 get down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就开始很老笑，觉得自己很像老手歌手。来，好了，你先啦，你刚输了啦。现在我们剩几抽啊？有两个六十抽，我们就全包了。悟空套是最后的时候爆发，对不对？没错。OK， 我跟你讲，如果没有抽到。我就退出啊！边缘子就是要退出，这样才爽。来了，啊！没水啊！这样的话算可以坚持。像一半，一脚踏出去，一脚在里面。对对对对。好，就这样。我又跳出来了，我又站回去了。哈哈哈！哎呀，鱼飞去。你抽快一点呐！刚刚也不能退出的哦。好了，我已经抽了两个了，现在剩多少？五抽了，换你。H。等一下，缺什么？缺 C。18,360块，猜到68抽可以抽到全部公仔的朋友就是有福了啊！如果两位以上的话，就是我们会随机选一位，然后送出我们这一次的公仔。真的是，我觉得一番小真的是非常之吐血的企划，希望阿宪可以两个月一次安排就好了，好吗？不行，我们想省钱，为什么不行？公司会倒。我们可以减少一点。我们上个月几次？三次。上个月三次。这是上香吧？他走心了，他走心了。你看他眼神，你看他眼神，走心的眼神。那今天呢，我还是要不免俗的进到就是 Jason 小教室的时间，来，我们一起说好吗？来，三二一 ，Jason 小教室。好。欢迎回到我们 Jason 小教室的时间啦。这一次的这支整套，它算是今年我看过。最丰富的一番赏了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小赏 ISA 这次的范爷夹一共有8套，里面呢共有2款，每一款的都是一个经典的角色搭上一个经典的反派，像是有佛利扎，甚至有我们的布罗利等等之类都有。这一赏呢算是这一次奖项中最不好的一个，但我觉得、还算是 OK。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H 赏，这次的毛巾我觉得、非常的不错，每一款呢都有每一款不一样的特色在，重点是呢这次还有长毛巾，有我们的孙悟空，还有我们的吉莲的部分。哎，如果店家给你选的话，你就拿那个长的，拿长的绝对赚。好，我们的下一场是我们的 G 赏，跟我们之前的玻璃杯相比质感是大大的提升哈，它背面呢是 Dragon Ball 的 logo， 那正面呢是我们角色的一些战斗的画面啊，像是有我们的布罗利啊，有我们的佛利萨，那总共呢是有6款。好，那就来看一下我们的大赏，我们的 F 赏呢是我们的小普屋。我必须说，小普屋的公仔在市面上是非常之少的，再加上这只整体下来，基本上呢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异色的问题。当然腹肌的部分，这个喷漆有一点点小怪。
但是整体下来我是给过的，甚至是他这个腰封的这个金面的漆都没有异色哦。在一番赏里面，这种地方都应该要异色的，我是蛮讶异的啊。他们这次做工竟然有这么细，大概价格可以卖到1200到1500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到我们的衣裳啦、啊，这一个公仔呢，在头发上面呈现是没有问题的。唯一我觉得有一点怪怪，就是他的眼睛的地方，左右侧面的看都不会有问题，但是从正面看，你会觉得他的眼睛呢设计上有点怪怪。我们的靴子上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异色，那其他部分都没有太多异色的东西在，就是肉眼不可见的。模型的质感上面其实还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啊，但我觉得这个公仔最主要就是他的脸没有崩，其实大致上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D 赏，这次布罗利的造型跟之前的不太一样，它是卡子的感觉，霸气感是更重了。特别的地方呢，还有就是它的涂装上面跟之前的版本都不太一样，头发是用一种那种淡淡的青绿色去上色，裤子呢其实是有点像是有点炫彩的感觉啦。那整体下来，它的涂装上面是没有问题的啊，可惜就是因为出太多了，所以我个人没有很喜欢啦。那我们接着看我们的 C 赏啦，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多的类型的公仔啦，除了涂装上面有些改变啊，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特别的地方啊，就是它的这个小背心呢，用了一种比较炫彩的方式来上色。那其他呢，我觉得就造型一般般，涂装没有异色，没有问题，但就是一样，这个是过多的商品，我觉得不需要多做介绍啦。好，那么来到我们的 B 赏吉莲啦。大一眼看到，它超级大只，超级壮，我觉得光这一点我就给过了。那以及加上它的肌肉感是非常足的，非常到位的，搭配它的那个着色，让这个肌肉感，其实又更扩大的感觉。当然还有一些小小的缺陷，它身上呢有一些小小的刮痕，已经残胶的部分。但是我觉得这只公仔我还是可以接受啦，因为不管是它的选角，或者它的造型，或者它的涂装，我觉得都有达到一定的分数。好啦，接着就是我们的 A 赏啦。我觉得 A 赏是这里面之中最爱的一场，因为它又是这个喷漆银色头，就以整体造型来讲也是一般般，但是呢在它的着色上面，其实我觉得虽然是蛮用心的，但非常可惜，就是它其他地方真的是不足以可以跟其他的公仔做比较，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A 赏是可以摆到后面跟小普屋交换都没有问题的。好，接下来拉到我们的最后一赏啦，我们最后一赏是我们万众瞩目的30公分贝吉塔大圆。就以整体造型来说是完全没问题，大圆的怒吼的那种感觉非常具有霸气感。其实这个公仔上面有做一些战损的感觉，就像我们这个肩甲其实有点爆炸那种被打爆的样子，那甚至手臂上和裤子上都有露出它的大圆的毛的那种感觉。涂装上面它的牙齿部分其实有一些异色，但是呢它的牙齿内部呢其实 每个部分都有做出来，接着就是它的胸甲有异色或是没有上色到的部分，所以我觉得上色还是可以再加强一点点。我们之前呢有收集过了我们的黄金大圆，甚至我们30公分的神龙，再加上这一只，我觉得这个一整系列下来是非常好看啦。好啦，那我这边做一个总结啊，这次的一番赏总共是80抽，一抽是270块，整体下来的体感是非常好的，除了发夹以外，其他东西我觉得都很 OK， 像是这个毛巾跟这个杯子，都是蛮有诚意的。这次的公仔呢，我觉得只有 A 赏是 C 赏是不行的，其他的公仔我觉得收到都是蛮值得的，甚至我觉得或许你喜欢这些东西，你全包都不会太亏。好啦，那我是真的是蛮推荐这次的一番赏啦，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画面交还给我们的两位主持人啦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要被结束，我们再次感谢 Fred。耶、yeah! ！我现在有新的一个频道，叫做福瑞德游记。然后就是到处走走。到处走走。我们先把 Fred 的那个频道 T I J OK， 两个频道。三个。三个两个。还有料理之王。可以一次说完吗？很难上，很难上。重新整理一下我的三个频道、哦、第一个 Fred 吃剩，第二个。福瑞的游记，第三个料理之王。料理之王是大型的厨艺选秀节目，其实就是森林之王变成料理之王，我就是萧敬腾的角色。没有，你不是。你看，睡一下，睡一下，睡一下。按钮，按下去，按下去，按下去。最后呢，我们抽到这些公仔呢，都送给你们。FB 的话就按赞、留言、分享 ，YouTube 的话就是留言加按个喜欢就可以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。的时候你们会认真的就是下去戳两下，这样子。那遇到是什么女生？这样子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你的情路是很坎坷啊。
好，再加上他的公仔的肌肉是刻画，哎呀，怎么击败耶？击败，击败！快点发射爱意，快点发射爱意。爱意是这样，前面会很多，就是能量释放，但是后面还会有一点点。可以不要对着我脸这样，我有点害怕。手要起来，手要干嘛？手要摸啊！